在深圳南山隐秘了一家轻奢的北海道蟹料理专门店，店里主打俄罗斯帝王蟹、俄罗斯雪蟹、澳洲皇帝蟹、红毛蟹，一蟹九吃全蟹宴。外面的帝王蟹通常都是3至5斤的，我们都是10几斤的俄罗斯纯野生帝王蟹。帝王蟹一年只能长1斤，只有狂风暴雨的季节才可以打捞。打捞这种帝王蟹的渔夫月薪都在几十万。打捞一下，这边是帝王蟹刺身，它这边是日式纸火锅。我们的蟹有9种吃法，4大招牌做法：蟹腿刺身、炭烤蟹腿、蟹壳蒸蛋，还有蟹黄泡饭。这个蟹肉啊，比荔枝还要甘甜，一入口肉汁就在口腔里溅。